那首先要上场的是我们秦总的队伍，有请秦总。秦哥哥，秦哥哥，那武艺在这儿，我觉得得让言琪来申，对不对？你跟武艺去，因为你还好控他。武艺我怕我真控不住他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不要先站上去？言琪哥，你是踩了马达。快点，秦总。好，来准备。秦总，我真不是卧底。还得靠体力。来，你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来开始吧，快。请出题。好六六团。好六团，王鹤棣。好六团，王鹤棣。看吧，武艺。好六团，王鹤棣。哦，好顺利啊，他们。好，出发。哎呦，哇，放到耳朵里了。顺时针转一圈。哎，对，顺着。我的耳朵来了，朋友们，他们很有可能飞快能完成一个球，真的好稳啊！秦总，慢点，然后通过我们的障碍，这个有点难，武艺加油，好。武艺的脚。慢点，如果掉了的话要重新夹。好棒，现在这个杯子也太陡了吧。秦总，我尽力了。好，掉了。故意的。武艺，我看到了。来，请回到原位。卧底，但是我看到了。是不是卧底？你不是坐下。刚才我跟你说，老秦已经用嘴把它含住了，居然都能蹭下去。颜色，黑色。好，这个好。出发。哎，对。张艺兴，你先试一下能不能够很远。我尽力了，加油！哎，这次他够得很远，你们要往前伸一下，应该是能接到的。来，加油！加油！求你了！再来一点！好，成功。掉下去很痛，对。我真是好的，真是他。算吗？他掉下去了。算吗？我看到了，他是在岩旗掉下去那一瞬间接住的啊，所以呢有瑕疵。